说吧。那个，今日王姑娘突然造访，至于来意嘛，你来干啥的？我本来是来送帖子的，我张姐郑王妃要办场赏花会，京城里数得过来的闺秀都收到了，姑娘的帖子我便亲自送来了。是我礼数不周，惹恼了王姑娘。可是王姑娘，你进门之后，何曾提过赏花会之事？我谁打了你？是你先说我攀附殿下，你还让下人掀我的膀子。王姑娘莫要恶人先告状，是你指责我带累了殿下的名声，我属实不敢认这罪名，才与你分辨了几句，没想到你竟动手打我。你装什么可怜啊？你刚才让下人掀我膀子的时候，你可厉害得很呢。我何曾说过让人掀你膀子之话？你没说，但是你使眼色了。我十一，这件事如何处理？这得罪人的事儿，你问我的意见？嘿，殿下，是这样的啊，我刚好路过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两位姑娘是因何事起的争执啊。世子，你竟说没有看到他打我？委实没有看到啊，我只是见你从屋子里出来，然后你这个脸就这样了。潘十一，他让下人掀我的膀子，你可全看到了？他何时叫人把你膀子给卸了？他只不过是对这个婆子使了个眼色，然后他便把你膀子给卸了。世子，我从来没有得罪过您，您为什么要诬陷我？表哥，表哥，你要相信我，表哥。你放开殿下，你装什么晕倒啊？你把小姐抬回屋。至于这位，给王安离送信，让他来取人。殿下，殿下，你误会我了，殿下不是这样的。关我何事啊？给我使什么眼色？轻点！我说王姑娘，这里不比柴房好多了，你倒是小心点你那膀子，好好一相府千金非得折腾成这样。你呀，安生会儿，我这就去寻一靠谱的大夫，把你这膀子给你安上。韩十一，你别以为我会感激你，你也是幸灾乐祸。表弟，你说你才智出众，为何就偏偏无心朝局呢？害得舅舅总是来跟我抱怨。我心在山水间，逍遥一世便好。小的见过殿下，二公子，齐王府给二公子送信来，说是有急事。齐王府是有何急事要找你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我的妹妹。来，把这药喝了，不喝可疼啊。说过喝了就不疼了，我有说过吗？这个药是去火的，自己看看你火多大啊。韩十一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串通别人来整我。哎呀，王姑娘，你就这么着急把所有人都得罪一遍吗？林世子，殿下请林大夫过去给表小姐看病。知道了。
下去吧。包子，去吧。那位又是什么毛病啊？他忽然间晕倒了，这种情况我也没见过。我以往见过那些晕倒的，多半是挨了揍被打晕的，像他这种自己晕倒的，我还真是头一次见。我只听过孕妇会晕倒。哦，那我就给他开一个保胎的药方吧。你怎么想的？说要给他开个保胎的药吧？当然是用脑子想了。殿下，楚姑娘怎么样了？还没醒呢。哦，林包子，你快进去吧。殿下，您不进去吗？女子闺阁，你我进去不太合适。哦，也对。听说你把王熙元带去厢房，还让林大夫给她看病。她毕竟是个没出阁的女孩，被关进柴房里，传出去多不好听啊。再说，她一个女孩家，身子娇弱，被卸了膀子，总不能让她一直这么吊着吧。你还真为他着想啊。我哪是为他着想啊，我是为了殿下您。现在还不是跟王相摊牌的时候，这个王熙元他还是皇后娘娘的侄女，若是被他们得了说辞，以后还要在皇上面前进殿下的谗言呢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那不然是为何呢？那丫头可没少找我麻烦。我以为你是顾着王家兄弟。殿下，那王二在我这儿何来情面可言啊？殿下，世子，二皇子和王二公子过来了，说是替王姑娘致歉的。让他们等着。是。你说这都半个时辰了，这个老五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见过殿下。殿下，圣妹顽劣无状，还望殿下宽宏大量，不要跟他计较。闺阁之间的小事，本不该本王来管，也没有烦着本王的道理。只是镇国公夫人将楚姑娘托于我照顾，她伤说轻也不轻，说重也不重，但本王不能负了她。你把你妹妹带回去，择个日子给楚姑娘道个歉。老五，这闺阁之中偶有口诀，此乃小事，到西园去当面道歉，怕是有所不妥吧。哎，老哥，错在西园，理当道歉，理当道歉。哎，大家呢都是亲戚，按理来说这两位姑娘都是咱们的表妹，小孩子家家闹点矛盾，不至于这样啊。二哥说的也有道理，不如你去送信给楚夫人，说长在她身边的姑娘被人给打了，问她可否不计较。楚夫人乃大度之人，必不会为此等小事斤斤计较的。相约见过二位殿下，见过公子，此事是我礼数不周，怠慢了王姑娘。我知表哥一心护我，只是断不能因为我这等小事坏了你与王家的情谊，让王姑娘道歉之事就免了吧。楚姑娘宽容识大体，理当如此，理当如此。你既然自己有主意跑到这儿来，
那就你自己处理吧。表哥，我自然是听你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为难。既听我的，那就下去。是，表哥。我与表哥自幼相识，他的脾气秉性我如何不知？他素来冷静自持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何时用这等含情的眼神看过人？小姐，表哥的心已被韩十一勾走，怕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我绝不能容他。这楚姑娘啊，看着柔柔弱弱的，没想到竟然下手这么狠，硬是把相府千金的膀子给卸了。这王姑娘啊，肯定没受过这种待遇。这个王熙元吧，行事直来直去，头脑简单。哼，王丞相老奸巨猾，怎可能养出个如此心无城府的女儿来？我瞧着怪有意思的。哼，自从楚姑娘入府以来啊，这府里上上下下都对她称赞有加，都说她手里又谦和。这个楚姑娘吧，才算是个真女人啊，王熙元万万比不了。你们俩也得被甩出个几条街，就是这一点轩的头牌跟他比起来也差着些许真情实意。哎，我今儿个可算见着了啊，他从彪悍和柔弱之间随意变换脸色，动起手来狠辣无比，装起委屈来瞬间梨花带雨。听这意思，世子是对王姑娘偏袒有加呀。这楚姑娘啊，手段实在是太高了，不像这王熙元自始至终保持着彪悍，至少能让人摸得透啊。行了，你们俩快下去休息吧，我们在外面守着呢。嗯，下去吧。嗯，王中玉、王熙元这对兄妹还真是奇了，倒与他们的爹行事风格完全不同。这王相一党覆灭是迟早的事，看殿下的态度，他们也难免被株连。想的也太远了，将来谁坐在那个位置还未可知，我倒先同情起他们来了。世子，我们要买西瓜吗？西瓜就不吃了。哎，那有烤鸭，还有点心。世子，有人跟着咱们。哎呀，是你啊，说跟踪我们干嘛？哎呀，我们殿下不是怕你们有危险，特意过来保护你们吗？我们世子爷需要你来保护吗？你，我们还正愁着这么多东西没人拿呢，这下好了，全都给你。嗯，给他。嗯，老板，给我来个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给我换这个吧。现在东西也买的差不多了，待会儿我找个机会把它给甩了。这破巷子能买着什么东西？哎呦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越是这种小巷子啊，越是有好玩的呢。你看这边这么多小吃。嗯。哎，你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世子呢？世子，世子呢？世子呢？世子去哪儿了？不见了。
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进来了。大娘，一碗牛肉面，哎，卤肉加双粉，来了。世子，您来了。大娘，这段时间生意可还好啊？我这里都好，只是你身份尊贵，总来我这里怕是不合适。您下次想吃面了，我单给你做好，送府上去。哎呀，面要趁热吃才香嘛。再说了，我要不是亲自来看看，也是不放心啊。世子恩义，我懂。只是阿勇他们为国尽忠，是他们的本分。世子不必特意照顾我。大娘，您三个儿子都为国捐躯，照顾您是我们还活着的韩家军将士的本分。咱不说这个了，世子你等着，我给你煮面去。殿下，你先去吧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我把韩世子跟丢了。非礼我妹子还不认账，给我打！我有钱。就你这身衣裳，送当铺也不值几个子儿，能有多少钱呢？啊，有钱是吧？来，给钱。不就是要钱吗？钱啊，有的是。哎，你别让他跑了，站住！放开我！臭小子，跑得挺快。哎，你不是会飞吗？再飞一次试试。快飞呀，飞！放开我！各位，放开我！这个小白脸占了我妹妹的身子，现在我妹妹有了身孕，她却跑了。啊，大伙儿给评评理。我妹妹好好的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就这么让她给骗了，我是不是两个说法啊？胡说八道！我家里妻妾成群，个个都比她标致，我凭什么看得上她呀？大哥，她还敢抵赖，你可得替我做主。她屁股上有颗黑痣，扒了衣服就能看到，是不是她？一看便知。各位，这小白脸糟蹋了我妹子，我必须得要个说法。我现在就扒了她，验明正身。我乃萧府二公子，谁敢乱来？这么细的一根簪子，里面竟然藏着这么多针啊！是啊，你试试，轻轻一转动，它就会发射。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你就说自己是皇帝老子，今儿给你得扒了你验明正身。大哥，什么暗器？暗器？什么暗器啊？我刚刚没说完，我是相府二公子请来的法师，你看我这一做法，你不就受伤了吗？看你们谁还敢上来！给我打！起，趴下！没想到我们韩世子也有这么一天啊！别废话，还不快把我放出来！快点啊！好好好，法师大人，让你受惊喽。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没事。你就打算这么披头散发去追他呀？不要你管。我救了你，你难道就不想当声线吗？你放开我，
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乃我辈的本分，有什么好谢的？若是他这么抱着你，你会让他松手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再不放开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长本事了啊，还敢戳我。殿下，去哪儿了？刚刚非礼我的那个大姐往那儿跑了。没事，姬爷已经抓上送回府里了。殿下，您什么时候学会的把脉呀？您真是天下奇才，无所不能啊。不必恭维我。恭维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厉害法器，是我寒门秘籍之一。说实话，今天我没能及时赶过去救你，我现在还担心的心惊肉跳。幸好王忠玉过去了。殿下，我瞅着今儿个这些人来的倒是蹊跷，我们必须得好好查清楚。我们也抓到了几个，新亭再审了。新亭的伤好了？无碍了。殿下，我们得赶紧去看看抓回来的那几个痞子，我还真是挺好奇是哪个有心之人来这么一处对付我。你怎么联系他？都是雇主联系我，现在事情败露了，大约他也不会再露面了。哎，殿下，你有什么妙计啊？还是您那老办法，让人看着不让他睡觉，困几个晚上就招了。这倒不必。我猜你也不止就这一招啊，您的损招当然多着呢。承蒙夸奖。殿下，我还真是看走眼了呢，原来你还真是个有大来头的。想说的可都说完了？我们真是拿人钱财给人办事，那雇主说了，你勾搭主子家的小姐，所以才找人教训你的，还说你素来狡诈，抓到后切莫听你胡言乱语，只管打晕了扒光衣裳丢到街上，让你出出丑。殿下不用想了，动刑吧。不过我这个人心软，看不得这个，到时候我躲出去便是。不必用刑了，直接问斩便是。他这应该是灭三族的罪行，七大街马寡妇算是他的母族，王家的孙儿是他侄儿，应当被株连。他还有个妹子嫁到了滚州，有子女三人，也算在三族之内。这位大爷，我只是配合那帮绑匪演出戏，捉弄一下这位公子，没想害人性命，怎么就灭三族呢？本王乃当朝亲王，连这个小案子都不会判吗？求大人放了我吧，求大人放过我老娘和外甥侄子。我知道那雇主在城西有个宅子，我和他在那儿见过面。小姐，什么事啊？殿下，殿下来了。表哥来了，快服侍我换身衣服。表哥跪下。这人你可认得？张管事，这是怎么了？他是做错了什么事儿吗？
他若做错事情，表哥尽管责罚便是，不用顾及我的面子。姑娘，救命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古人整治那韩世子，可是姑娘您吩咐的。如今殿下要杀我三族，40多口人已关在水牢，姑娘救命啊！什么整治韩世子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姑娘，是您让我花点钱雇些地痞流氓，打那韩世子一顿，然后再扒光了扔街上，让他以后没脸再勾搭殿下。住口！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我一个闺阁女子，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？姑娘，是您说的，这样的事儿不能动用府里的人，只能在外面花钱找人。您给我的银票我还没花完，只给了那旗子人一半。我是谁让你这样毁我的名声？表哥，你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他一定是跟谁串通好了，在这构陷于我。是我的错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韩十一你不能动。表哥，你居然相信一个下人说的话，也不相信我吗？他与韩十一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你？那我怎么知道？说不定他早就跟韩十一串通好，然后演这出戏反过来陷害于我啊。韩十一为何要针对你？他觊觎表哥，龌龊心思京城皆知。住口！表哥若是不相信我，可以杀了我，但我没做过的事绝不能忍。殿下，今儿个我请客。嘿嘿，这个呢是方大娘的独门臭豆腐，这个是海叔的秘制卤肉，还有那个是常婶儿的烤香肠，还有这个是田二夫妻的小笋包子。嘿嘿，您尝尝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臭豆腐。感觉有点坏了。哎呀，殿下，这个东西闻起来虽然臭臭的，嚼起来特别香。你看，你试试。怎么样？好吃。没想到啊，殿下竟然喜欢吃这些东西。以前我都认为您觉得这些食物粗鄙，不敢跟您献宝，现在想想还真是亏了。你以前是害怕我不爱吃这些？当然了，再者我就是怕被有心之人盯上，间隙下毒。我以往去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，都是打扮得朴素的不能再朅素。以后无需再忌讳这些。是是是，微臣明白了。殿下，我没想到您还是个吃中的状元啊，只是深藏不露罢了。原来咱们俩还是同道中人呢。状元还得是你。多谢殿下了。殿下，您知道我在北京的院子提了个什么名字吗？何名啊？知味斋。好像一个酒楼的名字。您不知道，我想着将来要是有一天浪迹天涯，就开这么一间小馆子，就叫它知味斋。知味斋其实还算雅。是吧？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雅人。不管怎么样，
以后你都会开开心心的，会有一间知味斋。希望真的有那么一天。世子，你怎么连葡萄籽一起吃了呀？忘了肚子了。卑职有事求见世子大人。卑职见过世子大人。我可不是什么大人啊。话说你这一天一板一眼的累不累啊？卑职不累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卑职想请世子为季野求个情。起来说话。谢世子。季野他怎么了？季野他保护世子失职，害世子险些遭了歹人暗算，殿下已责罚了他。你和季野可都是殿下最看重的护卫啊，被派过来保护我一个纨绔，委实有点大材小用啊。而且季野这两天有点萎靡不振的，我也能理解。你们殿下罚他什么了？殿下罚他领了50军棍，被遣回西晋军中待用。50军棍，你们殿下的心也太狠了吧。殿下赏罚分明。赏罚分明？那你找我求什么情啊？50军棍事小，季野自当领罚，只是调离京城，往后便再难跟随殿下了。其实他也没做错什么，是我故意要甩掉他的。我甩人的本领也是练过的。哎，这样，那我去找你们殿下说一说，但是管不管用我可就不管了。世子肯说情，殿下一定会斟酌。既然我帮了你们，那我有件事情要问你，你得如实的回答我。世子请说，卑职知无不言。花钱买脱我衣服的那个雇主当真从你们府上逃跑了？殿下说此事需瞒着韩世子，想是怕他与楚家生了嫌隙。是。行了，回去吧。谢世子。小姐，小心脚下。小姐小心。小姐莫怕，是只老鼠。这府里空旷久了，来不及修缮，快走吧。世子，黄公子派人送了信来。王中玉。提防楚家。娘说过，这世上的敌友从来并无定数，想是如此了。世子，阿九回来报说殿下连夜将楚姑娘送回郑国公府了，可是这府里还未修缮得当，连夜赶回去怕是出了什么事儿吧。他将此事瞒得紧，却又将人连夜送走，这怕是漏了行踪了吧。殿下隐瞒了世子何事？发现是他表妹做下的好事，赶紧消灭线索。你们以为那雇主真没找到啊？只是不能将真相告诉我罢了。难道要害世子的是楚姑娘？欺负到我韩十一头上，这笔账
无论躲到哪儿，都是要还的。可是他为什么要害世子啊？平日里看着和颜悦色的，没想到背地里这么恶毒。我也琢磨不透啊。你们说，要是因为上次的事儿，他恨我偏袒了王熙元，倒是能说得通几分。可是就因为这么点子事儿，他就使出这么大的招，我还真是高估了他的心胸啊。小姐，我不过只是想教训一下他，表哥竟然狠心赶我走，我早就看出来他是董贤寒胭脂流，表哥若是被他所迷惑，被皇上知道，不仅储君之位无望，将来还会被天下人所诟病。姑娘所言极是，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，您保重，莫要气坏了身子。哼，不管怎么样，他终究是个男人，如今年纪尚小，长得雌雄莫辨，讨人喜欢罢了，还能一直这样？圣上口谕，我子见学子，不仅要学习圣贤文章，还要积极地练习骑射。第一次骑射比赛的时间就在3日以后，地点就在京郊狩猎场。是。这皇上又哪根筋不对了？另外，二殿下和五殿下，他们虽然在六部挂职历练了，但是还在国子监挂名，此次比赛啊，他们也会组队参加。原来是给他们俩的考题拉着我们陪练呢。哼。周兄，你把那些锅铲呀、锅呀都检查好了，别落下了啊。我说世子，你是准备在猎场里面炒菜吗？我跟你说，有些猎物要现杀现宰才有味道，比如那些什么野兔呀、野鸡之类的，一看就没有经验。今天不烧烤，该炒了。哎呀，小马呀，你的脸怎么这么长啊？韩十一，韩十一，哎，他们是去郊游吗？还带锅？说的我都有点饿了。我们找个景致好的地方先烤来吃了呀。这猎物都是殿下打的，咱们什么忙都没帮上。废话可真多，待会儿收拾野兔子活可就交给你了。哦，我记得去年来的时候，这还有很多飞禽走兽，今日为何如此安静，连只鸟都看不见。他和他。